我就想让兄弟们吃到这玩意，你试一下。男生钟爱的一个品，它是牡蛎精华，是新西兰的一个牌子，在新西兰也是特别的火。它是连续7年，它的销量都是在这一个，很多朋友都在偷偷的吃。不建议女生吃，建议男生吃。这个特别好，女生买给你老公，老公买给你自己。需要填身份证。